走路要看车啊，啊爹爹！爹爹，你怎么在车里不在？车里在看前向，你们直接撞。爹爹，你另外怎么在车顶啊？啊！我想说是我是爹爹，他一定可以直接一个 TS 到我们的车上，对不对？爹爹，哎，风我有拿进来吗？对。哎、欸、忘了。怎么有三把？怎么有三把？三把？谁？谁说要中的？谁？谁？西雅？谁、啊？哎、欸，是我西雅，好坏哦！好坏！好坏！哎、欸，我都已经拿东西了，怎么可以这样呢？他们刚刚不敢拿的时候是我拿的、欸。你很棒，我没有，我负责听从指示而已。他们说看到什么就撞什么。哪有？我们只是说就是直直开，直直开。高速公路上 不能走在大马路上，好不好？我明明就站边边，那已经不是马路了。不要骗人！你在那边怎么车子还会往右拐？怎么可能开车技巧这么好？乱讲！你还去撞栅栏？我就已经在栅栏边边。我们车子成功使出攻击。但是体贴，要去撞那个撞狗，不是撞我，好吧？车子都一次性撞火掉东西、OK 啊、有真的有掉东西啊 OK 的啊要出眼泪来了很难过想知道我就不要捡东西了说啥呢爹爹我跟你讲原本是更想撞阿比但他那个往左拐真的有点左跑一个超级远看到车超怕在那个 moment 身为车神只能选一个人那只能是爹爹了天哪！我学会爹爹的开车撞怪的技巧。哈！大家看到什么？妹子好酷哦！对啊，刚有一箱也是从这里有咖啡杯，有没有喝咖啡？阿比喝咖啡。究竟会中什么呢？没了。嘿、hey! ！没了。你中了！哇哦！我现在好安静哦，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了。可怜呐、啊。我加气，为什么诅咒物这么多？姐姐，嗨，哇、哦，这边灯超多，拉满了。哦哦，哎、欸，被传走了。你传到这里，我前面有地雷，但我可以敲那个。这假的，这假的，这假的。你也被传进来啊？没有，我是走的。对，出口就在这里而已，很近，一楼。没错啊。还有东西吗？没有，那边是假门哦。OK。哎，那个咖啡杯是诅咒哎，你诅咒了什么？我不能跳了。哦，我还想说我最后在哪？我把它捡起来了，受不了，客家人没办法看到这东西。哇。在地上。哎，一楼好像就没了耶。没，还有东东吗？有，这里面超多东西。来来来，好的，来。我拿满了。OK， 这里面有东西。哎、欸，好像是这边吧？哎、欸，你真的知道吗？真的啦，前面有东西。真的有来过吗？真的啦。哦、是什么、啊？这边还有金色的那个。我哦哦，高的。要说真的了，你们这样我很受伤。哎呦，说过啥呢？肯定是你。我拿一个诅咒走。不不，我好像我不要拿、這個。我好像有丢不了东西的诅咒。嗯，没办法换东西拿。双手。我也满了，我可以走了。好啊，那我们走 吧。一个一个，走吧走吧。哎、欸，这里很深哎、欸，好像还可以再继续走这里。等下可以再闯进去。他们那边还要再。我刚刚看到另外一边还有一个楼、哦，这可以可以吸啊，我们之前有吸过。对，可以往深的走。哦、这边、这边往下，这里往下走。是什么？这里往下，应该是那个探险。需要，刚好我这边有一把。你可以下去，刚传进来。哎、欸，我可以带回家。你可以陪阿比一起。
看没办法，你有五星吗？这个可以给你。Toy Train 啊，哦，这是两个的，是不是？这两个摆够的，整整齐齐。都不要拿。哎、欸，还是我跟你们，这样我有武力。不用。楼下，哎、欸，下楼下。哎、欸，前面这边。楼下我都看过了，没有东西。哎、欸，刚好那个。没关系，我有钥匙。来。有免费的、啊，我、哦、都诅咒哎、欸。一顶帽子。这两个是诅咒的，前面呢没了，没有东西。你可以带几个诅咒吗？我看看哦，我还有两个空间。哎呦，啦！往那边那边呢？啦！你什么？嗯，声音听得到吗？可以听得到，我也可以说话。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可能是关麦，是那个锁定之类的，有可能。了吧？怎么了？哎、欸，这边有路啊！看得通。你在楼下是不是？这里，这里，对。楼下吗？对。哪里？在我武器。还有亚比是不是？这里没有亚比是我亚比。哦，差点要射亚比了。他在刚在这里，这附近。不要去。人家被传送走了。在绕跑，哎呦，看到！这是什么除虫专家？哇，真的、欸，除虫专家！刚好捡到枪，刚好也捡到他的子弹。这么刚好的。对。Hi, hello， 哪边是深处啊？这里、哦、里面的是什么？深处。哦，我是传送进来的、啊。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什么啊？什么东西？不知道，有一个眼睛，那里有一只怪，啊，有眼睛，那也是模组的，就是不要被它直线，好像会射雷射之类的东东，不确定。真的假的雷射？那就离它远一点吧。你们哎，好没东西啊。嗯，在右边，刚好在那个传送，你们在哪？里面还有一个锁住的门呢、啊。我要住的门。他们哥们没有钥匙呢。在比较里面。看看有没有？解锁器。哇！解锁器。锁匠。有没有人需要解锁啊？咦、啊？哦。这有除虫大师、欸。他传走，他传走，他传走。哎，睡睡睡睡睡。好像传去射他们了。哇。有一颗眼球，小心！我们是该走了。啊、哦、不！我觉得我们该走了。好，这里有路吗？有，我们再走一下。我手电筒没电了，但我记得这里很近。葡萄钱，葡萄钱，但是不知道在哪。这里，这里，这里。竟然有！爹！爹爹，他在前面，他躲在门后。他好邪恶，他老六，他超惨，他蹲我们呢、欸，他阴我们，而且还一枪两人，太过分了。他阴我们，可是我身上的烟笔都拿不回去了。我的枪，只要给他动的话，他就看不到。完了。有那个听到。有鬼怪声音，这边我有听到竖琴的音乐。哎、啊，有个门，哦，有门。哦、这个我就看。哦，好，我可以，我可以。当假的。它是好的。是好的哦。Nice， 很棒，很棒。我们可以从这里看一下，感觉可以从那里跑。那我们再不走，我们走吧。东西了。再不走，他们就完蛋了。真的，他们这里是哪里？哎呦，这是哪？哦，这很远的下的吗？啊，那这边这个是那个吧？上来也都安全哦。就我们被爹、啊、被看一下，我们被老六了。他太过分了，真的哎。我们家有狗哎，家里有狗。姐会不会生气？看到巨人，完了，我是在叫。我在哪？你看到狗？好，在这里。
前面是其他场都不会。耶比，狗王跑很远的，哎呦。哎，狗在船附近啊！那个亚比怎么都吸不到狗？亚比，我刚刚听到了，好坏哦，你好坏，你是坏坏。怎么会？狗狗喜欢擦夹子，擦夹子。你们是想要我把玩偶给丢出去是吗？你喜欢狗？你看谁跟你说话？很紧急，可能做快。擦夹子喜欢狗狗的。对决，对决，不是我们在找更多的伙伴，对不对？我们不愿让吵架玲玲。啊，不行不行，你们一直压垮我，我们根本过不去船那边。是巧克力，不是我。不是，是吵架子在里面按。哦，吵架子很夸张哎。吵架子感觉想要我们按，感觉。哎，直接开走了！啊，直接掉头就走！下吧，回来，抱歉，你太过分了！他直接跑去西亚，他貌似是什么？西亚失踪了！嗯嗯，你怎么可以抛弃西亚？对啊，我就想问一下，那个船里面那个鸭鼻到底谁按的、啊？鸭鼻自己按的，没有在提醒你。我想说按几下，就外面有几个人还没回来。我想说你应该可以理解，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完全没理解到，超级想生气的。我们想说，我们在测试阿杰对不对？还会不会再乱骂脏话，对不对？我真的是直接妈妈说这个到底怎样有什么病啊所以说我压笔然后那个木木一直关门然后我就一直开门超坏的他说我们在什么意思开门关门嫌我们不够强吗一万哇哎、欸，第一次第一次这么多第一次这么多、啊哎呀，长大了，感觉不妙。长大了，你有2000块，甚至下一次还有机会突破，应该可以。嗯，我们就可以看到，除了11000之后，还会有多少了。我们棒！只要你不要一直噎比，就会有很多机会。没错，哎、欸，你们刚刚是被胡桃拳打三只吗？打两只。一枪两个人，而且他躲在门后。我们要找那个正门、哦，正门出来，然后那边有一个门是打开的，然后我就看那边好像有一个高高的，然后忽然间他直接蹦，连身影都没出来哦，直接在门后射，我们就两个一起打，被老六了。我看到胡桃钳的时候，赶快逃出那个家，太危险了。你知道那胡桃钳，我们他一开始追我们，然后还被传送走，我们还想说哇，我们两个顶烈666，结果没有。然后他只是先来一步。好啦，辛苦大家了。下班，下次再见。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之前有到11000吗？没印象啊，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反正结算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了。到时候会有多少？对，不错，不错。辛苦大家啦！下周日不开台哦，下周日去看西瓜怎么生日啊！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希望大家还会喜欢我们这一次的自闭公司时间。我们下次再会，大家拜拜。